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Lightroom 和 Luminar 哪个软件才是摄影后期修图调色最好用的呢？在这期视频当中，我将详细对比这两个后期调色软件，从它们的功能差异、独家绝技以及对配件的支持程度几个方面呢，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说说它们的相同和不同点，希望这个视频可以解开你在选择时的困惑。Lightroom Classic 和 Lightroom 其实不是同一个软件。Lightroom Classic 是经典版本，而 Lightroom 呢是联机网络版的修图软件，主要是为了方便多设备之间的同步，实现云修图。我们这一期里边所说的 Lightroom 呢是 Classic 版本，以下呢简称 Lightroom。 在本期视频当中演示的 Lightroom 版本为 9.3， Luminar 是 4.3 版本。在考虑用哪个软件之前啊，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价格。想要使用 Lightroom Classic 呢，就要购买 Adobe 的 Photography Plan 摄影师计划。这个计划呀，还包含 Photoshop 可以联机的那个 Lightroom 以及 Bridge， 一共四个软件，附送20GB 的 Cloud 空间，售价为$9.9一个月，一年下来呢，就是$119.99。月付和年付的价格其实是一样的，这样看起来呢，还是月付会比较划算一点。但这个费用每年呢都要支付一次，相当于啊这个软件是租来的。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持续性付费的形式呢，那么 Luminar 4的收费方法呢听起来可能会更为友善一些。一次性买断的价格为$89，偶尔啊节假日还会有折扣，用我的推荐码呢还可以再减$10。算笔账来看，如果 Luminar 没有每年都推出一个新版本来收钱的话呀，一年就可以节省$30-$40，而且之后就不用再付费了。实际上即便是出了新版本，付了费的老版本呢也仍然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所以现在这个版本呀可以说非常的划算了。因为 Luminar 第四代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我推断在未来的几年内呢也不会落伍，肯定是够用了。当然价格也不是决定购买的全部理由，还要看使用的功能是不是够用。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个软件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再来决定用哪个也不迟。在界面和操作方法上，这两个软件呢都非常的类似，都是采用顶部为界面切换，右侧呢是功能操作的形式，导入照片之后分别在图库和资料库当中就可以管理照片了。 Luminar 没有左侧菜单，右侧呢多了层和帆布界面，返回历史操作呢也安排在了右下角。它少了 Lightroom 的快照功能，不能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任性的回到曾经保存的步骤了。在界面安排上呢，这两个软件虽然略有不同，但大致上的区别呀不是特别的大。 Lightroom 中的基本和色调曲线功能和 Luminar 当中的光效设置如出一辙，从界面编排上看来呢都非常的相似。它们最大的区别是 Lightroom 的纹理、清晰度、去朦胧、鲜艳度和饱和度设置都集中在了这里，而 Luminar 将这几个功能呢全都拿出去单独制作了几个工具。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利用编辑蒙版功能控制影响的区域。那没有了编辑蒙版的 Lightroom 有什么好处呢？在基本面板当中的色调设置里有这么一个自动按钮，按一下呢就会对照片进行自动的曝光调整。这个设置啊不要小看，我在后期的时候呢都会先按一下自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的判断都比较的正确，之后呢根据自动判断给出的结果再进行微调，这样一来呢就节省了拉来拉去找数值的时间。这个功能在 Luminar 里边是没有的。 Lightroom 中的 HSL 颜色功能在 Luminar 当中对应的是颜色工具， Luminar 将饱和度和鲜艳度挪到了这里，并且增加了一个去除色偏的功能。
它的用处和色调调整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去除色偏的工序可以自动的矫正照片当中的色调偏色。当照片偏绿的时候，向右拉呢可以增加粉色调，如果照片偏粉，向右拉呢就可以增加绿色调，非常的智能。有了这个功能，不会调色调的话也没有问题了。在 Lightroom 的色相、饱和度和明亮度设置，同样在 Luminar 当中也都有，只是不能展开显示全部。 Lightroom 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小工具，就是旁边这个小圆圈，点一下之后啊，鼠标就会变成十字的小图标，移动到照片上的任何位置，就可以通过拖动鼠标来调整这个位置的色相、饱和度或者是明亮度了。当不知道照片当中的颜色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小工具就特别有用了。其实叫不出名字的颜色呢还挺多的，很多时候呢我都不知道该选择调整哪个相对应的颜色，有了这个工具就方便多了。在 Luminar 的颜色里啊，还有一个色调转换功能是 Lightroom 没有的，这个功能类似 Lightroom 中的校准，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其实使用的次数极少。在 Lightroom 和 Luminar 中都有分离色调功能，唯一的区别是 Luminar 多了调整量设置来改变结果的整体浓度，并且有编辑蒙版功能可以控制分离色调的区域，多了一些可控性。Lightroom 的锐化可以调整数量、半径、细节和蒙版，并且配了一个小缩略图来放大左侧照片当中的细节，方便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观察变化。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图标就可以在不同的位置进行取样。同样是锐化，在 Luminar 当中的表现为大中小细节，配合锐化和高级设置呢来进行调整，在名称上相对来说呢更容易懂，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的操控性反而更简单明了。在这一点上呢， Luminar 的细节锐化更为友善一些。在消除噪点的设置里呢， Lightroom 对细节和对比度、平滑度的控制要更胜一筹， Luminar 的设置看上去更简单，容易上手。城市风光摄影中比较常用的功能就是畸变矫正， Lightroom 凭借十几年的功力呢打下了一片江山，和各大相机厂商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在镜头识别上有着更好的兼容性，基本市场上大多数的镜头型号呢都可以识别，并且自动匹配相对应的配置文件。但是在与富士镜头的匹配度上一直做得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富士和 Capture One 的合作关系，最新版本的 Lightroom 在制造商里边还移除了富士的选项，所以富士镜头在 Lightroom 当中基本无法识别，只能靠手动矫正畸变。这一点在 Luminar 上呢也没有做得更好，它根本就没有对镜头识别的这个选项，在界面安排上呢，把它放在了帆布界面里，找到镜头和几何结构选项就可以进行校正了。在 Lightroom 中添加暗角呢，可以控制颗粒的数量和大小以及粗糙程度，这是 Luminar 不具备的，但是 Luminar 可以手动调整暗角的中心区域，内在光芒设置呢可以调整中心区域的曝光，两者呢各有千秋。在这两个软件当中啊，都可以加载自定义预设，方便以后呢直接套用，使用方法呢也都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在 Luminar 当中呢，这样的预设叫做 Looks 外观，它们都是包含对整张照片的所有操作，包括曝光、颜色处理和特效。除此之外啊， Luminar 还单独有一个 LUTs 颜色预设的工具，用来只对照片的颜色色调进行调整。如果单说照片后期的基础功能调整， Lightroom 和 Luminar 其实是不分上下的，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各有各的特点，所以现在啊，咱们就说一说他们的独家秘技。 Lightroom 最早的名字实际上是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它汇集了 Photoshop 的图像渲染能力，还有 Bridge 的图片管理能力，再加上 K
Camera Raw 对照片文件的解析能力，所以 Lightroom 这个软件的定位呢，就是带有批量图片管理能力的 Photoshop。 但它和 Photoshop 最大的区别呢，是 Lightroom 它是单图层处理软件，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设置，所有的调整呢，都只加载在原照片文件上。因为我们都知道 Photoshop 可以添加很多的图层，但是 Lightroom 呢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从出生那天起呢，批量处理图片就是 Lightroom 的最大使命。比如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图片的调色设置，然后一键同步到所有的照片上。批量处理呢，不仅仅体现在这样的调色上边，它还可以体现在 metadata 的原数据上的同步，而原数据的改写也是 Lightroom 独有的秘技。如果是做图库摄影的话呢，这个功能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要转到其他的软件里边再做原数据的写入，这样呢就会增加了工作流程。除此之外，批量处理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延时摄影的处理上。我平时使用的 L2 Timelapse 也是基于 Lightroom 的功能上做批量处理的，所以如果你打算做图库摄影或者是延时摄影的话呢， Lightroom 是不二的选择。再者说呀， Lightroom 可以在导出照片的时候添加水印，这是 Luminar 没有的。和 Lightroom 不同， Luminar 可以做多图层处理，例如水面倒影和一些特殊效果的制作呢都可以实现，还可以利用调色图层的叠加来做出一些 Lightroom 无法做到的效果。Luminar 这个版本最强大的吸引力呢，就是人工智能识别处理，在软件里以 AI 命名的功能呢就多达6个。 AI 增强可以自动调整对比度， AI 结构呢可以自动调整立体感， AI 天空更换和 AI 增强天空可以给任意一张照片换个天加个月亮。对于人像摄影呢，最大的福利就是 AI 皮肤增强器和 AI 肖像增强器，我呢就很依赖这两个功能来处理人像照片。除了人工智能， Luminar 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设置。风景增强器算是一个，里边的黄金时间和绿叶增强器是两个很有趣的工具。这两个工具啊，不是因为 Lightroom 没有，而是需要好几步操作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Luminar 呢把这两个常用的功能提炼出来，做了一个快捷方式，很容易上手。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功能呢，就是太阳光线，它可以为照片添加一个有星芒的光柱，模拟太阳光的效果。从资历来看呢， Lightroom 已经问世了将近有13年了，用户群体也已经非常成熟，服务于 Lightroom 的产品呢也渐渐的多起来。像这样的控制器呢就已经有好几个品牌都出了，并且完美的支持 Lightroom。 它自带快捷键预设，可以说呀买了之后拿起来就能用。 Luminar 由于上市只有短短的几年，还处于推广阶段，用户呢也还在积累当中，在市场的认知上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对配件的支持上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弱了，没有成熟的配件来兼容。如果你打算在未来购买一些配件来辅助后期修图的话，例如手写板和这样的控制器等等，就不得不要考虑软硬件的兼容性了。 Lightroom 和 Luminar 这两个软件对于我来说呢也是非常难取舍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 Lightroom 也会存在使用习惯一时半会儿啊不好改的问题。因为风光和延时摄影是我现在主要的拍摄内容，所以 Lightroom 依然是我现在主要使用的后期软件。当需要 Luminar 功能的时候，比如换天空啊，我就会在 Lightroom 里边启动 Luminar 插件来完成。人像照片呢，我都是100%在 Luminar 里完成的，因为呀，我实在搞不定磨皮和瘦脸，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忙呢，会比较的简单一些，所以这两个软件呀，我就都买了，可以说它们各有千秋。但如果你只想选择一个的话呢，我会推荐个人用户啊，去使用 Luminar， 因为它操作简单，比较容易上手。如果是职业摄影师的话呢，我就会推荐 Lightroom， 因为它对硬件的兼容性会比较好。
批量处理的效率呢也会更高。感谢收看这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我是 ID， 关注我有惊喜，每周分享旅行摄影技巧和后期修图教程，也会聊聊设备的使用心得。我们下周见。